的那个干的冬瓜块糖块啊，很像黑糖哎、欸。你吃起来就知道，它的香气绝对不输给黑糖，绝对不输给黑糖。对，好，再放哪样？而且它不会非常的甜很腻口，它吃起来是很顺。这跟那个糖酸的那种稀饺、稀滴、稀滴，对。一般我们吃到的糖砖，你很容易吃个一点点，就会觉得很腻，对。然后你会觉得那个冬瓜茶喝不完整杯，而且都太甜。对，可是这里的冬瓜茶，它的糖块是连单吃都会很顺口，厉害厉害。如果连单吃糖块都很好吃的话，那我看冬瓜茶应该是无法挑剔的啦。不过呢，为了要替观众朋友们严格把关一下，我呢就委屈一点，先帮大家来尝尝味道喽。谢谢，谢谢，超解渴的啦，陶哥，哦，实在救护你呢。这杯熬了13个小时的冬瓜茶终于现身了，香醇顺口的冬瓜味呢，有一种天然的口感。刚喝下第一口的时候，或许会觉得味道淡了些，但是呢，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那香气啊酝酿在嘴里，久久不散。跟台南一间知名冬瓜茶的甜度相比，甜度顺口了许多，虽然少了黑糖的点缀，却多了更多冬瓜原味，让许多人闻香而来的黄金冬瓜茶，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顺利的。他很开20多年，他开到后来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形态改变了，传统茶行就是会慢慢的被淘汰，因为许多消费者他都直接就往跟茶农购买，所以我不得不就转型卖冬瓜茶。刚开始我也是觉得这个行业好像不能让我生活啊，对啊，结果还是受到，因为我很战战兢兢的把品质，一直提升。那客人的口碑越来越好，所以我就很安心的在继续的发展冬瓜茶的事业。不断精益求精的陈老板还在研究更好喝的冬瓜茶，认为行行出状元的他，对品质的坚持就是让冬瓜香能飘远百里的秘方。小月，我觉得啊，只要用真诚的心对待，客人一定能感受得到。下次来到新乐街，不要忘了寻找看看那黄金般的冬瓜香哦。啊，还有，让人垂涎三尺的古早味炖肉饭。Much cool friends, shake it out。在盐城区有一位很特别的人，开了一间很特别的书店。今天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一窥这间耗资百万装潢的阅读餐厅，更要让大家来认识这位勇敢追梦的人李坤林，看看他所经营的餐厅到底有何不同。我们的主题就是阅读这样子。那所谓的主题餐厅，就是说你把它想成是一间，可以吃东西的成品。我们只是想要把它再更提升成为，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讲，或对书迷来讲，更人性化的一种营业方式。真正爱看书的客人是可以，就是说在里面就是放松，选书，然后喝咖啡、吃东西这样子，然后又可以提升为，就是又可以把一般咖啡厅。所无法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哈，再更提升嘛。咖啡厅你只能在那边喝咖啡，那如果在这边又有很多书让你选的话，对爱看书的客人来说是很大的福音。台湾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一间店可以把一楼的这些书店的书跟二楼的这种漫画店的书结合在一起，那为什么我不当第一个？漫画书对，这是从小陪我长大的一种，就是一种热情这样子啊！我相信这个对爱只有看爱看漫画的人才能够了解这样子啊。这个热情其实如果说一直赔钱的话，热情是会被消灭这样。所以我们前3个月是赔钱的，而且赔很大啊，因为我们是以租书店为主轴，餐饮为辅，到最后发现说不对，要开始慢慢转型，因为开一间店。
一开始虽然我们用意良好说想回馈社会，可是如果是今天一直在赔钱的话，你就算再多有善意，再多有出发点这么好，你还是会受不了。我们的理念是那种只要点一杯咖啡就可以看一整天的书，这种理念是我们坚持的理念这样子。那也只有这种理念才会吸引，就是说真正的爱看书的书迷来这边看书嘛。我是相信如果有特色跟有实力的话，就算是沙漠他们也会进来。不是我自己自夸，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一间很人性化的书店，就是说它有一个小朋友童书区，让那种要不然其实一般小朋友对爱看书的父母来说，他去书店小朋友没有地方放啊，那我们这里有个童书区在那边啊，然后父母可以在那边吃饭看东西啊看书这样子。然后又或者是你去一般书店的时候，小朋友要看的漫画青少年朋友爱看的漫画书店没有。好，那租书店里面虽然有这些青少年爱看的漫画，可是大人又不喜欢去，所以这变得就是很矛盾。那有开了这间店以后，大家都可以找到他喜欢看的书种。我的特色就是敢实现梦想吧，不怕别人的眼光。这可能厚脸皮嘛，是我最大的，是我个人或自信，是我自己最大的。自认为是最大的专长，我是觉得人不用做第一，可是要做唯一啊。然后，因为第一，所谓第一就是说，哦，像成品这么大间，你就是要硬是要跟成品拼，要拼的比他。所以，可是永远会有比你更大间的书店啊。我是以书店来比喻，或者是，所以那为什么不做唯一？就是做根本没有人想过的事情。好像我这间小小间的啊，可是我有书店，我有咖啡厅，我有漫画店啊，我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加在里面，就变得很独特了。所以我就说，可以做唯一，不要做第一，因为永远会有人比你有更多的资金，一定会有人比你更聪明，可是你可以做唯一这样子。